主席还有贵宾向后转。我透早吼，今日咱要先拜拜一下，因为我惊落雨，啊，果然啊吼，天空壮美，今嘛无落雨，但是有一点寒意啊，有一点冷意啊，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运动啊，大家可以彼此增加感情，也让我们的运动风气带动彰化市的运动风气。啊，运动绝对是有益于健康，因为运动会让人的心情保持愉快。运动对心对上好无分是，因为让你的心情保持愉快，这是最重要的。不是因为运动那个记忆啊，那个会有那个增加健康，而是因为运动会让你的心情保持愉快的心情，所以对健康非常有益。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运动，也会来选拔我们彰化市的选手参加县运，参加县运，所以可以量双重的目标。啊，今天我们的运动分为社会组的蓝组组，还有林组组。小伟说我们在外表报名吼，哎，鼓励唔是干啦，其他运动吼，鼓励更加多啊，社会人士来运动，这才是重要的吼。那听说奖金也蛮高的了，第一名有10000，第二名有8000，第三名5000，第四名有3000，所以而且破纪录的还会加奖，还会增加奖金，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大家所有的参加的选手都能够得到好的成绩，最重要的透过运动让大家的感情彼此增加，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啊，盛家谨祝大家所有的贵宾都能够因参加这个活动保持愉快的心情，也让我们所有的小朋友这个运动能够很快乐的把它当成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祝福今天大会成功，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百零八年度彰化市运动大会。彰化市每年拢如期来举办着市运，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会当选拔出较好的这个选手来参加咱彰化县的这个县运，会当为咱彰化市得到较好的这个荣誉甲光荣，啊，会当搁代表。彰化县参加全国的运动会，最主要的是咱今仔日只嘛会用讲是一个选拔赛，会当选出较好一些个优良的选手来代表彰化市参加全国各项一些运动会。诶，咱林社市长就任以来，我感觉。伊嘛非常重视咱彰化市一节运动比赛，好亲像进前咧，伊拄就任无偌久嘛举办着市长杯的篮球赛，
啊，种种的运动比赛啊，拢有如期啊来去举办，会当提升着咱彰化市的这体育水准啊，带动着咱体育的这个风气啊。而且呢，代表啊彰化市体育会啊，向市长深深的感谢，就是因对彰化市体育运动。哎，推动不遗余力，而且诶感谢，最后呢，而且祝啊咱今仔所有议会贵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全体运动员立正。我们为提倡国民体育，用运动来增进身心健康，以竞赛促进技能水准，并积极培养奋斗的精神，发扬团结合作的美德。我们忠诚遵守大会各项竞赛规则，并服从裁判员之判决。宣誓代表卢凯奇，谨示中华民国108年3月23日。全体运动员扫戏，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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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样欢迎麦乔，加油！麦乔耍哈，麦乔耍，麦乔耍怎么样哈？预备。